国人气男星金在中、朴有天和金俊秀三人从东方神起离队之后，组成 JYG 继续活跃在娱乐圈。今年初更被任命为仁川亚运会形象宣传大使，并负责演唱亚运会主题曲 Only One。完整版主题歌以音乐录影带9月16日正式发布，宣告2014年仁川亚运会进入大约一年的开幕倒计时。JYG 在 Only One MV 中介绍了仁川机场、仁川文鹤竞技场、仁川大桥等标志性建筑，仁川市民与亚洲各国游客一起狂欢热舞，共度欢乐时光。MV 传递了仁川亚运会让亚洲团结在一起迎接未来挑战的呼吁。组委会秘书长表示，这首歌象征亚洲不同种族、语言和文化相互交融的愿望。通过仁川亚运会，寄希望于所有人能够尊重民族差异性，力求消除彼此间障碍，迈向更加光明的未来。腾讯娱乐整理报道。